忆记否，曾醉血河冲山，命令红日带兵远行，风沙猛，彼此声威猛，河汗水亦饱浸斗争。殿上谁在凛然举印，地下曾跪数千百人，威风了，活了，消失了，赵率旧将军文报，由山海关赶去救遵化，途中被阿济格所率领嘅部队截杀，已经阵亡。而家遵化好危险啊！督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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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遵化计州一失，京城就危险。唔得，我要即刻赶翻去救皇上。大嫂，即刻点齐所有军马，我要不分日夜俾皇太先到北京城。家来迟，令皇上受惊，臣罪该万死。卿家平身，谢皇上。系啦，袁卿家，而家城外嘅军情如何啊？臣回禀皇上，臣所率领嘅部队同建州兵喺马星桥外交战，将建州兵击败，臣不分日夜赶路回到京城，现在大军驻扎喺广渠门外，臣总算俾建州兵捉到，保护圣驾。好。朕一见到你就放心了。梁廷栋，臣在。你将防守京师的兵权交给袁崇焕，一切由他调动。臣领旨。是了，袁卿家，依你看应该怎样退敌至啱呢？回皇上，依臣愚见，敌军远离一定是粮草不够，他们一定希望速战速决，我军则以日待劳，坚守不出，相信不用十日之内，敌军一定不战而退，到时我哋从后追击，将佢一举歼灭。卿家认为坚守好咩？臣认为此乃为上策。好，咁一切就由你决定啦。臣有一事请求皇上。臣嘅部队两日来不分日夜赶路，人疲马倦，请皇上恩准入城稍作休息。诶，大军入城恐怕会令百姓惊慌，你哋暂时都系唔好入城。咁请皇上恩准驻扎喺广渠门外，敌军就快到了，你都系率领你嘅部下推前30里与敌军作战啦。咁皇上就咁决定，你哋先行退下。臣告退。杨春，高才在，朕派你做监军，你要好好留意袁崇焕军队嘅情况。奴才领旨。人嚟啊！小人在，监军大人有咩吩咐咧？而家外边嘅情形点样啊？回监军大人，而家袁大人喺广渠门外同敌军作战，将敌军击败到运河边。呢场仗认真激烈，连袁大人都受伤。好，好。既然我军节节胜利，
我都要出去睇下熱鬧。大人，兵凶戰危啊！你唔好去啦。怕乜嘢啊？既然我軍大勝，敵軍敗退，咁仲有咩危險啊？去去去，快啲跟我出去睇啊！袁崇煥真係朕15年來未逢過嘅勁敵。項王，咁下一步計劃點啊？撤退。大貝勒，明日你率領大軍由遵化沿路退兵，今朝由朕殿後。是。禀項王，捉到明威有個奸細，拖出去斬。打。咪住。拿佢入嚟。打。走。將奸細暫時收押，明日祭旗。參見兩位副大爺。今次真係敗得慘，有啲花生機會都冇。何況聽日要撤兵。三位男，你知唔知咩叫兵不厭詐？你意思即係今日你冇睇到啊？喺亂軍之中，漢王單騎逼近敵軍，敵方有兩名軍官過嚟參見漢王。喺亂軍之中，揸地喺度打仗，其實喺度商議大計。所以漢王揸地打敗，一翻嚟就要退兵。你嘅意思即係漢王同袁崇煥有密約，撤兵係假嘅。三位，我而家要翻去復命，咁你咧？我都要守夜，一齊。好啊。谷師，今邊已經撤退咗。撤退？等我預料遲幾日，等各路勤王兵馬到齊，到時金兵自然不戰而退。而家退兵，好可能有陰謀。谷師，不如我哋乘勝追擊。唔得。昨日我軍以9000敵30000，能夠打勝只不過係僥倖。而家退兵，必定係有敵之計。佢正想等我哋追曬佢嘅時候，就難逃將我哋截擊。咁我哋而家點做呢？先穩守，等我哋各路勤王兵馬到齊，我同你兵分兩路，你喺後邊追曬金兵，我出山海關，盡起寧願所有兵馬。直到金兵老巢殺佢個措手不及，到時可能唔使5年，我哋就可以收復整個遼東。督師真係天賜良機，估唔到皇太爺都會犯咁大嘅錯嘅。劉公公到，參見劉公公。袁大人，我嚟奉聖上口谕，召大人你回京面聖。袁崇煥，朕嚟問你，敵軍退兵，點解你唔追擊？你到底有何居心啊？大相，敵軍退兵可能有詐。有詐？你點知有詐？你點知敵軍分兩路嚟攻京師？係唔係你帶敵軍嚟㗎？皇上冤枉啊！臣一早上就計將一帶，我手鬆弛，敵軍可能係蘇門入侵。皇上，你想逼我同皇太極議和？皇上，議和乃緩兵之計。緩兵之計。引兵之計啫啩！皇上，你點解懷疑臣有疑心呢？昨日你喺陣上趁混亂之中，私自同皇太極會面，事後敵軍又詐敗退兵，你到底有何陰謀？你係咪想散位啊？人嚟，推出嚟靈前處死！估唔到反間計一出，就為朕除去15年來嘅驚敵。不過今次如果不是明朝上下君臣互不信任的話，要打敗袁崇煥亦都唔係咁輕易。冇錯，如果崇祯係信任大臣，肯用袁崇煥嘅計策，咁我哋就會好危險。無論點都好啦，喺漢王心目中，要向袁崇煥報仇係次要嘅，打敗明朝，君臨全中國，喺漢王心目中就係首要嘅。你真係明白朕嘅心意。係啦，范將軍。咁下一步我哋應該點樣做？臣認為而家趁明朝上下震驚，不敢言戰之際，最好就進行安內政策。嗯。禀漢王，晚膳已經準備好啦，漢王想邊度用膳呢？
就喺呢一度啦。我要同范将军一齐进城。咋？范将军，我哋一面倾一面用事，嗯？多谢韩王。范将军，点解仲唔过嚟？韩王恕罪，因臣家中有老父尚未进膳，故此臣不敢接受汉王恩赐。我听啲汉人讲，如果要得到贤臣，就要向孝子家中求。睇嚟朕而家已经得到啦。汉王太过夸奖微臣。人嚟，汉王有咩吩咐啊？将酒菜用快马即送去范将军府上，我系朕赐俾范老太爷嘅，然后再同我哋准备过一席。咋？汉王对臣恩典，臣永世不忘，臣一定鞠躬尽瘁为汉王效力嘅。好，好，一顿酒菜就可以得到一位诸葛亮，咁实在系太便宜。范将军，请起，请起。咋？系啦，呢一仗虽然话我哋系胜得侥幸，但系点都要庆祝下。同我吩咐大沛林，快啲准备下。咋？行住，倒杯茶过嚟。乜你唔使出去咩？你几日冇去教场噶咯？咁多事做咩？你睇你个样啊，成日话人唔重用你，你教场又唔去，得闲又唔周围行下，净系你屋企瞓觉，瞓到个人冇嚟精神啊！边个见到你都唔重用你啦。哼，你讲完未啊？啊？我叫你倒杯茶嚟啫，咁多嘢讲，我话你知啊，你再系咁，我对你唔客气啊！客气？你几时对我客气过啊？见到啲阿哥你就头耷耷，翻到嚟屋企就作威作福。你咁叻啊，去打仗立功啊！岂有此理！打仗仲讲打仗？哼！你估我唔想去打咩？但系次次叫我留守咁办法啊！哼！贝纳爷，大贝纳派人嚟揾你。嗯，请佢入嚟啊！参见贝纳爷，大贝纳派小人送帖嚟嘅。嗯，庆功大宴，翻嚟话俾大贝纳听，话冇衫着唔去啦。走。诶，你癫咗咩？系汉王请客，大贝纳代发帖咋？你将个帖咁样掟发，传咗出去会降罪于你噶。降罪咪降罪咯，咁又点啊？阿巴大啲牛脾气又发作啦！牛咩脾气啊？一向以为我哋代薄佢，有心同我哋作对真。今次系汉王设宴，佢居然够胆唔去。我睇到要将呢件事禀明汉王，惩罚下佢。阿敏啊，咁又唔使。佢人一向都系咁样，何必同一般见识呢？参见步太福晋，你翻嚟啦，苏麻拉姑，你睇我件衫靓唔靓？哇，好靓喎！咩事啊？哦，冇嘢。头先我啱啱听到一件同衫有关嘅事，而家见到福晋你试新衫，所以有啲感触啫。咩事啊？讲俾我听下。我都唔系好清楚噶。我啱啱行过值班房，听见大贝纳佢哋话七贝纳冇新衫着，所以就唔嚟庆功大宴。大贝纳听到之后，佢好嬲，仲话要处罚佢啊！同系贝纳，一啲就日日锦衣华服，一啲啊就连一件新衫都冇得着，连输一口冤屈气啊都话要俾人处罚，你话几唔公平啊？大贝纳，我哋今次能够打胜仗，你嘅功劳确系唔少，我一定要敬你饮翻杯。好，饮嚟，备酒。胜嘅，饮杯。今次呢场仗真系打得高兴。冇错啦，唔单止可以帮先汉报仇，而
且仲除咗个京地。不过咁喎，今次嘅功劳唔系属于我个人嘅，大家都有份。冇错，大伯啊，太谦啦，太谦啦。系啦，讲开又讲，我哋呢一家人好耐未试过好似今晚咁喺埋一齐咁高兴嘅。阿伯太，三位贝勒，你哋好。你咪话唔嚟嘅？系，其实今晚就系。系咯，好似今晚咁样着得齐齐整整，咁咪几好睇。系啦，你呢套衫究竟用咗几多奴隶换翻嚟噶？我同你哋讲，我呢套衫唔系用奴隶换翻嚟嘅。是汉王亲自赏赐俾我的。参见汉王，参见福晋。得啦得啦，参见汉王，参见福晋。七辣哥，唔使咁大礼，起身嚟食。谢汉王。堂堂一个贝勒爷，咁先至啱噶嘛。都系要多谢汉王啫。多谢朕。系，如果唔系汉王赏赐呢两件咁靓嘅衫俾我哋，我哋今晚都唔会嚟呢度。七大哥，唔好客气吧，大家随便饮多杯。好，谢汉王，随便请。大伯，好，好，又唔浸，敬你一杯。好啊，大伯，啲人知你先送俾阿伯太又要多事。三杯啦，我都敬你，拜托拜托。嚟嚟嚟，再嚟杯，再嚟杯。今次奖，奖真系。朕刚才同大家已经喺太祖面前祭高山袁崇焕之事，日后朕首先要整顿内政。范将军，在，替朕讲一讲设文馆同开科取士嘅问题。在。汉王要开设文馆，以后文臣就分为两班，一班负责通译汉人嘅典籍，以后所有贝勒大臣都要熟悉汉人的历史，直此再借鉴。另一班是负责记载本朝的政事，目的是使汉王要知道执政的得失，以后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要这样做。汉王要开科取士，依照汉人的方法选拔英才。改革内政固然是重要，但同明朝的事又应该怎么做呢？明朝是一棵二百多年的老树，虽然生机已尽，但是树干依然强壮，并不是一刀就可以将它了结。日后我们还要慢慢一刀一刀地将它斩断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朕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入关君临天下。自从公元1629年，后金天聪三年，皇太极巧设反间计，将心腹大患袁崇焕除去之后，在东归途中又攻破明朝永平四城，返回沈阳之后，决定实行安内政策，广设文馆，振兴文教。虽然对内对外皇太极都甚有建树，但是朝中三大贝勒仍然共朝并坐，皇太极始终不能够好像他父亲一样君临天下。范将军，朕已经亲自接见过今年的生源，不过质素方面并不是那么好。汉王，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的，过了三两年情况就会好一点。我们后金懂得行军打仗的人有很多，但懂得治理国政的实在太少，朕真的很担心。汉王如果想得到人才，一定要在明朝方面想办法。是的，朕派你向毛文龙的义子招降，这件事进行成怎样？尚可喜他们在山东落草为寇，我曾经好多次向他们招降，不过咩？他们说恐怕受到满人的排挤，所以我认为如果想得到汉人的相助，一定要改善汉人现在在后金的地位。不过三大贝勒都不同意，你要朕怎么做？参见汉王。臣告退。起身，谢汉王。范增基，今日有咩消息？据小人所知咧，二贝勒阿敏新近娶咗个哥叫做小妾，三贝勒咧就喺城北起咗座别院。咁大贝勒有咩动静？
大貝勒聽聞最近染咗風寒，所以咧成日安坐家中休息，都冇乜動靜。只不過幾位年輕嘅貝勒最近啊成日吵鬧，尤其是十二貝勒阿濟格，佢同浩格貝勒經常喺城中生事。阿濟格，你認輸未？浩格，你係想啦？出！唔應該咁彈嘅，等我彈一次俾你聽下啦。咁你聽住啦噃。喂，十二哥，發生咗咩事啊？咪好假咯！佢喺廣場度黐人多勢，仲將我打傷，仲辱罵我哋三兄弟添。真係豈有此理！豪格呢個小子，似自己係皇太極嘅長子，就目中無人，話曬我哋都係佢叔父啊！一啲都唔尊重我哋。今次我哋要班齊人馬同佢算賬。多謝。做咩啊？你驚啊？我哋係八旗旗主，唔使驚佢嘅，行啦。得咗。君臣，你嚟得啱啦！我哋揾豪格算賬。算咩賬？我話過幾多次，叫你哋唔好搞事噶啦。但係今次十二阿哥佢，你記唔記得？道道嘅雙白旗點失？唔係佢偶犯小事，俾黃太極收翻咯。哼！咁皇后俾我哋嘅兩黃旗，點解要變成兩白旗？兩黃旗係八旗之首，而黃太極為咗增加自己嘅聲勢，就夾硬換咗我哋嘅旗。你講翻我今次中激氣啊！一定要揾豪家算賬。企喺度。皇太極對你三兄弟處處提防。十二哥，你今次同豪家相鬥，萬一佢向皇太極告發，岂不是再俾藉口俾佢？仲有，我話唔定聽日。連我哋嘅兩百旗都冇埋，臣多爾衮叩見漢王。多爾衮。发生咩事？阿济格今日冒犯咗浩格贝勒，佢自知理亏，得嚟请罪。有啲咁嘅事咩？浩格冇同朕提起过。浩格贝勒仁义忠厚，阿济格虽然系佢叔父，唔应该以大欺小。而且浩格贝勒系汉王嘅长子，冒犯浩格贝勒就系对汉王不敬，请汉王下旨将佢发落。阿濟格，聽講你經常喺城中炫耀武功，既然你有咁好嘅功夫，點解唔見你為朕立戰功？漢王恕罪，漢王恕罪。枉朕恩養咗你咁多年，你只知惹是生非，本來就要重重懲罰你，念在識得你自我請罪，咁今次朕就唔再追究。你兩個起身，謝漢王。多爾衮，最近你嘅身體好啲啦嘛？多謝漢王關心。臣自從服咗漢王賞賜人心之後，身體已經好咗好多。見你三兄弟長大成人，個個都身體健康，
朕都好安慰。尤其是系多尔衮嚟，你做事好有分寸，朕好赏识你。希望你日后好好为国家出力。咋？臣为咗报答汉王恩养之恩，今日一定克尽忠诚，为汉王效劳。你起身，谢汉王。夏济格，朕平日对你管教咁严，无非都系想你成才。以后你要好好检点自己嘅行为，知唔知道？系，汉王。汉王国事繁重，臣等唔敢再骚扰，臣等先能告退。林老辈，彪子，公道，皇太极一啲都唔公道。佢之所以有今日，完全系我哋帮佢打生打死得翻嚟。做咗汉王之后，根本就唔放我哋在眼内。你话，我喺永平得翻嚟嘅汉女，佢一声唔出。咁啊，搶咗佢！你話公唔公道嚇？呢個漢王真係識享福。誒，唔分都分咗咯，唔好理佢，我哋繼續飲。嚟，好，沙貝勒，誒，唔好再斟酒俾葉貝勒啦。如果唔係，佢會醉嘅。诶，边个话罪？吓，我一啲都冇罪。我要同皇太极讨翻个公道。皇太极，诶，点样啦？点样啦？点样啦？太极，你快出去见我。你匿埋喺边度？吓，点样啦？阿威，阿威，点样啦？你快出嚟！皇太极，皇太极，开门，快啲开门，皇太。咩事咁嘈？我话俾你听，你一嚟就分地俾我，一嚟就分翻啲女人俾我。好开幕。葉伯嚟飲多兩杯，言語冒犯，求漢王原諒。邊個話飲醉？嚇！你話飲醉，我一啲冇飲醉。葉伯啦，你今日喺禁宮啊，吵吵鬧鬧，食何體統啊？我問你，我喺永平城帶翻嚟嘅漢女，你係偏收咗俾自己，嚇？係。嗰啲漢女係我帶翻嚟嘅，你好應該貶入雙林庭，你點解咁做？你咁夜嚟？就係咗呢件事，我真係想攞翻我應得嘅嘢啫。哼，估唔到為咗幾個漢女，竟然有損我哋兄弟之間嘅感情。好，葉貝林，朕答應你，一定會秉公分判，肯定滿意你。係咯，仲唔走？係咪仲有要求？係，漢王，走啦，葉貝林。我哋走啦，我唔應承你咯，我再嘈落去，我唔該你啦。我驚乜嘢？你一啲都唔怕佢。漢王，明朝已經派孫承宗為遼東京亮，並以祖大仇首大寧河城。我已經遵照咗漢王嘅吩咐，通知七貝勒加緊防備永平四城。好，范將軍，上次朕攻破永平。有邊啲戰將仲未賞賜嘅？係正南旗嘅托爾茨、雙白旗嘅洛里同埋穆巴什。仲有我旗下兩位壓陣都應該賞賜下，以示公允。咁我旗下大將杜華家又曾經立下戰功，我睇漢王都應該。應該，當然應該。朕素來賞罰分明，絕對唔會代薄功臣。攻破永平嘅時候，你得到幾名漢女？是應該編入雙藍旗。既然葉貝勒你都贊成要賞賜功臣，
咁朕就將呢啲韓女賞賜俾佢哋，咁對國旗亦都公道啊。咩話？咁點得啊，漢王？點解唔得？聽講你啱啱先至立妾，又何必同功臣爭相？仲有，永平四城形勢險要，附近有咁多漢民，明朝已經虎視眈眈，朕恐怕阿巴泰難當重任，所以想派你去守城。咩話？派我去永平？哼！上次大天使派蒙古就係我，今次永平呢咁嘅鬼地方又係我。大貝啊，你講句公道説話，今次應唔應該我去啊？幾次都係你去，今次又要你去，咁樣做對二貝娜的確唔係幾公平。點解唔公平？佢唔去邊個去？啊！大貝娜，乜你嘅傷寒病好翻啦咩？唔通你想去？二貝娜，你係朕嘅好兄弟，由你去守城，朕係最放心。好，我去都得，不過要擠阿郎同埋我一齊去。哦，你向來辦事喜歡獨行獨斷，守城之事絕對可以應付，何況擠阿郎亦另有重任。你要記住，永平四城附近有好多漢民，你要善待他們，同時盡量勸他們歸降。朕如今命你馬上前往永平，不得有誤。咋？二貝娜，漢王吩咐我帶糧響嚟嘅，你住喺永平慣唔慣啊？哼！住喺呢咁嘅鬼地方，點會習慣啊？呢度只有退垣敗瓦，四周係田野荒廢。皇太極，你好嘢！你以為你逼咗嚟呢度？我就會怕你嘅啦咩？哎，葉貝娜，查，即係阿郎，我同你係咪好兄弟先？當然係啦，我哋親兄弟嘛。嗯，好，係咁，你就留低永平啦。呢度遠離沈陽。我希望藉著呢個機會開創自己的天地，同皇太極分庭抗禮。葉貝娜，你想反叛漢王？唔係，我真係唔想再屈居喺佢之下啫。葉貝娜，乜你唔記得我哋阿嫲嘅悲慘收場咩？就因為我冇忘記到，當年我哋阿嫲係俾老二阿就親手殺死嘅。你到底肯唔肯留低？漢王吩咐我要返沈陽，唔使留喺永平。漢王喺你心目中嘅地位，唔通仲重要過你自己親兄弟？啊！咁好啦，你捉我翻去交俾皇太極立功啦！葉貝娜，你係我的親阿哥，我點會咁做呢？收聲！我冇啲咁嘅兄弟，你走。好，不過你要三思啊！唔使再講啦，就算係我自己一個人，我一樣可以幹一番事業。你即刻翻去鬼王太極面前做佢走狗啦！走！而家情況究竟點樣？朕派阿嫲去收降漢人，點解一啲成績都冇？漢王，永平百廢待舉，二貝娜已經加緊着手經營，所以冇時間收降漢人。你仲為佢遮門？朕知你好顧及兄弟之情，不過阿嫲嘅野心太大，如果你再維護佢，只害咗你自己，
漢王，義貝勒雖然對漢王不敬，但求漢王念在兄弟之義，再俾多次機會佢啦。朕派佢去永平已經俾咗機會佢，如果佢好好地守城，朕可以以往不咎；如果佢再惹事生非，漢王，朕自有主意噶啦。你翻出去。扎。侄儿参见父汗。起身。谢父汗。浩家，朕存咗你咁耐，点解你而家自投？神儿去咗城西打猎。打猎？打交就真。你招摇过市，惹是生非，有冇啲咁嘅事？冇啊。边个喺度造谣生事啊？做过嘅事就要认，朕唔要听人假说话。系，不过系好耐嘅事嚟噶啦。点解你喺大庭广众同阿西格打架？你知唔知你自己嘅身份？豪家，你已经长大成人，父汗好似你咁嘅年纪，已经驰骋沙场为国家出力，而你就只识吃喝玩乐，将来点做大事？其实神儿一直都想为国办事，但可惜父汗你一直都冇俾机会我。好。父汗而家就俾个机会你，朕派你去永平探望你伯父。系，神儿一定将永平嘅情况查得一清二楚，将父汗你禀告。你好聪明，不过你处事要小心啲，千祈唔好有失父汗嘅面子，知唔知？系，父汗。禀告汉王，十四贝勒求见。传。打。臣多尔衮向汉王请安，不知汉王有何吩咐？多尔衮，朕派你陪豪格去永平一趟，看看当地的情况。扎。父汗，我一个人去就得了。多尔衮处事谨慎，有他陪你去，朕放心很多。你两个快点回去准备一切。扎。有几识利用机会？你唔怪得我，汉王嘅命令我又点解不从呢？咁我同阿济格嘅事系你话俾我父汗知噶啦。其实呢件事系阿济格理亏，我先至向汉王请罪。你应该明白，汉王处事精明，我哋点瞒得过佢？及早认错，佢反而唔会嬲添。我一时唔使你嚟，你要记住一样嘢。我是汉王的长子，今次去到永平，全权由我负责，你不可以擅作主张，一切的事要听我吩咐。那当然了。哼。永哥，是我染了，我有御史相告了。入嚟啊！参见二贝勒。到底有咩事咁急？汉王派咗多尔衮同埋豪格嚟视察我哋，咁点算啊？二贝勒。呢两个王毛小子，我一定会好好招呼佢哋。二贝勒，咁系咩意思啊？你直放，要我向你下跪？何家贝勒，我哋二贝勒坐镇领平，你梗系要向佢下跪行礼啦。混账！我系汉王嘅长子，如果要跪嘅，都系佢向我下跪。奉二贝勒军令，为令箭斩。
邊個敢對佢哋無禮？皇帝兵權，皇帝。你實在太放肆！你憑咩要我向你下跪？我係你哋嘅長輩，又係永平之主，你哋當然要向我下跪啦！放！二輩啦，我哋大家都係輩啦，身份同地位相同，而豪家輩啦更加代表漢王嚟永平。依豪金嘅禮律，你應該向佢下跪。以示向漢王尊敬。在永平，我就是漢王，每一個人都要聽我的命令。大膽！普天之下，只有我傅恆才可以發絲毫力。阿敏，你是不是想造反啊？豪家，你敢直呼我的名字，真是對我不敬。你信不信我斬了你啊？你敢？二輩啦，我是你兄弟，豪格輩啦是你侄兒，大家都一家人，何必動刀動槍，有損和氣。二輩啦，今次漢王命我哋嚟永平，無非係想了解永平嘅情況。如今永平喺二輩啦管轄之下，井井有條，城牆堅固，將士用命。我哋一定会好好向汉王回复。好家贝啦，时候都唔早啦，我哋都应该走。哼！二贝啦，告辞。阿敏佢實在太放肆啦，佢分明想自立為王，我哋一定要好好地咁教訓佢。朕自有主意。豪家，你辦事咁衝動，一啲都唔考慮當時嘅形勢。如果二貝勒真係殺你，咁你點應付？你個朕以後點放心俾你做大事？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，成大事一定要忍耐，多疑困就處事冷靜。你應該多啲向十四叔父學習。漢王，我哋應該點樣對付二貝勒？參見漢王。起身。扎。范將軍，有咩事？明朝派遣孫承宗集結300,000大軍，正湧向永平四城，企圖收復失地。以你之見，我哋應該點樣做？敵近我遠，大軍就算連夜趕路，都未必趕得到去永平嘅。何況永平四城不宜久守啊！就算我哋得唔到永平四城，都要得到當地嘅百姓同財物。范将军，你立即快马传书，命二贝勒将四成嘅人口迁到沈阳，不得有误。扎，阿文，情形点样？右军已经被明军攻破啦，我哋点算啊？上头！参差半啦，左路军不战而退，明军直扑永平，势如破竹。不战而退，撤！二半啦，我睇永平都难守噶啦，不如听汉王嘅说话，趁明军未到，撤走居民，反沈阳啦！我唔翻沈阳，绝对唔会翻去。禀二半啦。城中有班漢人突然造反，佔據住東門，仲四處叫其他漢人反叛我哋添啊！二貝勒，不如走啦，我為伯伯輕生啊！我再唔走，你唔知噶啦！走啦，反沈陽啊！沈陽，快快走！一個一個有冇用？即刻快到嚟嘅！
漢狗，每一個係好人，殺曬你哋！好，我哋走。不過要殺曬永平城所有漢人，放火燒城。往事记起恨，行动是血誓，齐共你闯阵，齐心发出一声有力呼唤，随我共生死，永不悔恨。行动是血誓，浓稠的盖要一世。